今年是2018年1月29日，啊，我从1月初拍影片之后到现在，啊，才又再拍的，就是从1月初到现在，我几乎好像只有拍2到3部吧。就没有很多。那我最近没有在做什么。我有去应征 AIT 的工作，可是很热门，8个人抢一个。可能应该是没有下文了，就大概就这样。然后为什么我没有太想？后影片在脸书上了，其实是跟脸书的最近的政策有关，就是说脸书最近要回到他们类似就是加强人与人之间联络，就是然后意思就是说可能以后。我的贴文，假如说你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关注的话，基本上你脸书上面只会优先看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你所关心的人的动态。那我的动态的话，基本上假如说你不特别关心的话，基本上是看不到，或者是甚至于就是被排在非常后面的。哦，是最近脸书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政策下，我觉得我必须要改变我的PO 影片习惯，因为这样太常 PO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是说要借由这个影片来赚钱怎么样的，因为说实在也赚不到什么钱。那最近我真的没有什么事做，就是在家里帮帮忙，也没有再去进修什么的。基本上，我现在人生有点像退休状态，大概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的情况。那就这样。